见他了，兄弟们，大众途锐30多万了，我突然后悔买沃尔沃XC90了。俩月前409,800买的XC90，虽然便宜，但是没有途锐得劲儿啊。途锐配置高啊，2.0T 的锐上版，标配空气悬挂、抬头显示、座椅通风，还带脱尘差速器。你如果觉得30多万裸车价23款的大众途锐低配，怕按揭有套路的，宝贝儿，现在全款优惠18万，58,780指导价的，优惠完全款裸车407,800，比我买的智行七座的沃尔沃XC90还便宜2000。现在的燃油车价格战打爆炸了，在董事长降价排行榜上 ，BBA 价格都降爆炸了。宝马 X5 低配现在都有4开头的了，按揭优惠12万呢。买完车的别看降价排行榜，我怕你气得3年不来事儿。之前我就跟你们说，途锐新车先别干，这回23款的真能抄底了。这次的清库存是为了中期改款的途锐上市做准备，预计11月份的广州车展，你就能看到中期改款的新款途锐了。说句实话，新款还不如老款好看呢。想看二手途锐的沉淀沉淀，最近收藏了的二手途锐都得挂树上。多翻翻我其他视频，指定能帮到你。每天带你们了解新车二手车行情，记得点赞关注。